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学习，一起来把整个生长机构的整个服务工作做好。那所以这次的评鉴工作洪部长跟我们的团队呢也到各个地方能够得到各位的那个不吝的分享，在这个地方呢特别代表我们所有辛苦的同仁，谢谢辛苦的大家希望大家未来都能够更顺利市长也历年的好。那我们后面呢的颁奖可以去呢，还有那个刚才呢听说龙猫的这个表演呢太精彩了，所以大家一怕不能，希望他们能够再表演一次因为那个是那首歌是大家共同的记忆，龙猫是大家共同的期待我们再次的欢迎我们龙猫的表演，谢谢。由我们的玉成社会福利基金会生长社区日间作业设施玉成蓝心站再次为我们表演。